粤港两地海关快速通关，在港珠澳大桥正式启动。香港海关和内地海关共用一把关锁，那么车辆装上 GPS 实现全球定位，那么这把关锁是双方共同了备案的。珠澳大桥开通两个多月以来，我们以前所有进出口香港的一些货物，现在已经有八成全部转到了大桥。